逢三节流量就爆炸，面对这样的秒杀场景 ，Shopline 知道如何面对店家无情的开卖。接下来欢迎来自 Shopline 的 Andy 庄为我们带来 Shopline 如何面对店家无情开卖 ，Kubernetes auto scaling with open source solution。请大家掌声欢迎 Andy 庄。喂喂喂，好，首先先感谢大家就是播控来参加这一场议程。那今天的话主要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 Shopline 在面对店家，因为我们是电商平台嘛，所以我们身上其实背负着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店家，那他们有可能会在同一个时间对我们。在做活动，尤其是像双十一这种节日，那他们的流量 一次进来的时候，那我们这边是怎么去面对的？对，我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 Shopify。我们 Shopify 是做一个电商的平台，不单纯就是做一个电商。那我们整合了线上跟线下的。完全的整合。那我们现在也有新的功能，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在直播上面去卖东西。那这也是我们今年的新的产品。好，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我有留那个有一个网址。那如果大家在过程中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到上面去留言，然后有空的话我就会回复大家。好。那右下角的话，就我自己工商一下，就是今年开始写的 blog。那有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啦进去看一下。那如果你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或是想要更进阶的讨论，也欢迎到下面去留言。对，好，那讲一下我们现在 Shopline 在活动有店家有活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客服团队啊，他会去告诉店家说，假设你有预计哪一天会有活动，那可以先提前的通知我们，让我们有时间的去做一些对应的处置，让他们的整个贩售的流程更好。对，那整个流程就是店家会告诉我们的 NS team， 那 NS team 的话，他就会来告诉 DevOps。那这张图示意的意思是说。在比较我们期待的画面，就是我们 DevOps 都准备好了，但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做维运的嘛，没有事事都这么顺心，就是常常就是可能我们还在刷牙，可能就要面对大流量了。好，那这里讲一下，从我进到 Shopify 整个关于我们的 Scale Out 的一个进化史。那首先呢，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刚进来的时候，我们面对客户都是手动去执行 scale out， 但我们又是在 container 的一个环境上。那大家都知道 container 都是要 run 在 VM 上面嘛，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先去手动的扩展我们的 EC2， 那EC2 就是 Amazon 上面的 VM。那手动扩展完机器之后，我们看到它已经 standby 了，这时候我们再来去扩展我们的 container。那很明显的，这就是一个比较老旧的一个做法。那它的缺点就是我们速度会很慢嘛，因为我们就在那边等，那它没办法很完美的去衔接。那再来就是因为是人工去做的，那基于工人智慧，我们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失误的产生、啊、那失误的部分就是，例如说我们先涨了 container， 那才去涨了 instance， 那这样会有什么缺点？就是 container 都挤在同一台VM 上面，那有一些 VM 就身上也没有 workload， 所以它就浪费钱，然后又没有效益。对，那还有一个很比较危险的就是，当我们在活动结束之后，那我们就是要。节省成本嘛，所以我们会去 scale in 它，那一样是手动去做。
那手动去做呢，我们就很有可能会不小心的先去 scale in 了我们的VM 那一层，就是 EC2。那 scale in 的 EC2， 那 container 就去世了嘛。所以去世的话，我们就会接到一些502啊，或是504的状况。对。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嘛，那我们就去用了 Amazon ECS 上面的Auto Scaling 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呢，虽然说它可以去解决掉我们刚刚讲到人为失误的部分，那速度上面也会稍微快一些，但是呢，如果大家有用过Amazon 的话 ，ECS 的话，就会知道说你在设定这个 scale out， 它是相对起来有点复杂的。就是例如说，你在 scale in 机器的时候，你可能你在你的 auto scaling group 上面还要去挂一个 life cycle， 然后还要写一段 Python 的 lambda。然后呢，他要先去把 container draining 掉，就是从 EC2 上面把 container graceful 的踢掉，踢掉完之后呢，他才能去 scale in 我们的 instance。对，那他也没有提供很简单的 UI， 让你去点一点就有 auto scaling， 那就是很麻烦，你就只能打他的 API。好，那接下来我们 Shopify 就迎接了这个浪潮嘛，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 K8S 很盛行，那Shopify 这间公司呢，我们是大量的去使用 Amazon 这个 Cloud， 所以后面的很多的介绍都会 based on Amazon 上面的服务，包含 EKS、那 ECS 上下去讲。好，那这个阶段我们进入了 EKS 之后，应该是大家常见的就是你就会很想要用它的自动扩展嘛，水平扩展，就是所谓 HPA 这个 component。然后再搭配上了这个 CA， 这个是Cluster Auto Scaling Auto Scaler。那后面我会讲解到 HPA 跟Cluster Auto Scaler 它在做什么事情。好，那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运行了一阵子，也觉得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那直到近两年吧，那我们团队其实一直在扩张，那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 feature team。那这些 feature team 他开始有一些不足了，他就觉得说，原生的只提供了 CPU 或者是 memory 的 scale out， 这些 matrix 的 condition 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第四个阶段，我们去 survey 了这个 KDA 这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它可以提供我们更多的 matrix source， 那后面一样会介绍到这个 KDA。 好，那最后一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挑战，就是我们的 K8S 的 worker node， 它 scale out 出来之后 ，join cluster 之后，这段时间它大概需要我实测啊，大概是70秒左右。虽然说已经算是蛮快，但是当然我们是不能满足嘛，我们期望它是可以更快，就可以加入 cluster。好，这一页的话跟大家简单的介绍 HPA。在场应该大家会来听的话，应该都是稍微有用过 K8S， 所以对于这个 HPA 应该是稍微有了解。那我还是简单的去介绍。那大家都知道 K8S 里面有一个resource 叫做 deployment。那 deployment 它主要就是在它里面有一些 pod 的 config， 然后它主要是在控制我们 pod 的replica 的数量。对，好，那 HPA 这个 component 在下面紫色的部分，它加入之后，它在做什么事呢？它就是根据matrix server 提供的 CPU 和 memory 的 matrix 来决定 deployment 里面的 replica 的数量。简单来说 ，deployment 它控制了 pod 的 config， 那 HPA 呢，它就是控制 deployment 里面的 replica。OK。那下面有个简单的公式，就是可以看到字有点小，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concurrent 的这个current 的 replica 数量会去乘以current matrix 再除以你的设定的 threshold 的那个 matrix。我举个例哦，就是例如说你的 pod， 你期望它的 CPU 用到100 millisecond 的时候就去做 scale out。那以目前的流量，目前的流量让我们的 CPU 涨到200 millisecond， 用到200 millisecond，
这时候呢，我们的 current replica 是2的话，那算起来呢，它就会 scale out 2倍，因为是200除以100 millisecond 嘛，所以就是2，然后再乘以2个 replica， 算起来就会是4个 part。OK， 好，这边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HPA YAML 的范例。那这个 YAML 最重要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会简单失误的地方，就是刚刚讲到说 HPA 去控制 deployment 的 replica field， 那它的设定就是来自左下角这边，它有一个 target reference， 那这边有一个 name， 那你一定要去 match 到你想要用 HPA 控制的那个 deployment name，OK？ 那其他的地方包含到 HPA 这边可以设定说你的 minima、maxima count 是多少，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你的这边的范例是 CPU， 假设你的 CPU utilization 到达了 60%， 那它就会做扩展的部分。好，那这边的话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在 production 遇到的一些状况。大家应该如果是刚开始玩 K8S 一定对这个画面很熟悉，就是 HPA 装好你就会看到说哎、欸，怎么没扩展，然后他给那边竟然有一个 unknown。 那这个状况呢通常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你 matrix server 没有建立，那前面有讲到说 HPA 的 matrix source 就是来自于这个 matrix server， 所以你记得要去安装好你的 matrix server， 然后看看是不是它正常在运行。好，那第二个呢就是稍微要小心的，这如果是开发团队在使用 K8S 常常会漏掉的，就是好，那我看到这两张简报有点不一样，就是在 deployment 的部分右下角这边 resource request 这个常常会忘记去设它。那为什么这很重要对于 HPA？ 因为 HPA 的左边这个 CPU 60%， 它是看谁用到 60%，是看到这个 request resource 的 request 这边用到 60%， 并不是 limit 哦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设定这个 request 的话，它就不知道要拿谁来算，所以就会出现 unknown。那 troubleshooting 的方式也很简单，其实你 describe 一下这个 HPA， 它就会告诉你一些资讯 ，OK。好，除了以上的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刚刚举例的这个 YAML 一模一样哦。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份 YAML 里面藏了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个三秒钟。好，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踩到的雷，就是我们每次的 release 啊，刚搬到 EKS 的时候 release 就会发现，哎，奇怪，我们的监控仪表板上面怎么会突然有一个502、504的 spike？ 那些 part 的。我们从 Grafana 上面去看，哎，发现哎，一瞬间我们的 part 会归零，甚至是留到或者是留到只剩一个 part。那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右边这边 deployment 上面有一个 replica 写的一，那这个应该也是蛮常见，就是很多我们在上线之前啊，为了节省成本嘛，我们只是想要先测试一下网路啊、功能啊这么正常，所以我们 replica 可能只会开一，然后我们就上线了。然后发现，哎，测的状况也不错，就开放外面的流量了，就开始使用了，就忘记去修改这个东西。那没有修改这个东西呢，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上面我实际测试了一下，那我们原本有五个 engines pod， 那在做更新的时候啊，发现哎，五个 pod 它进入 terminating 的状况，然后并且有一个 pod 正在 creating， 那这时候会出什么事？就是你的 backend 就是你的后面的这个 part 全部都已经挂掉了，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502、504的状况。OK， 那可能它很快的，因为我们 part 的启动的速度蛮快嘛，所以它很快的又恢复 running 的状态。所以我们在仪表板上面，监控仪表板上面看到的就会有点像鬼故事，就是哎，怎么一瞬间，哎，怎么又好了？那可能你一时你不会去发现这件事情，直到可能有人跟你说，哎，啊，我订单怎么没成立？这时候你才会去发现。OK， 那这边如果大家比较用心在念书的话，就看 K8S document， 它其实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你用了 HPA 去纳管你的 deployment replica， 那它有提供一些手段，
去把这个 Rabbit 卡在 deployment deploy 的时候把它拿掉。那像我们公司呢，我们是用 Helm chart 再去做 release， 那我们就是直接在chart 里面去加工。假设你的 deployment， 你的 value Helm value 里面有写到 HPA 这种扩展的东西，那我们就自动忽略你 deployment 里面 Rabbit 卡的设定。那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刚刚讲到 EKS 里面，PAD 的水平扩展了嘛？那这个状况大家应该也蛮常见的，就是我的 PAD scale out 了，但它卡在 pending 的状态。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 worker 就其实就是 VM 啊 ，EC2 的部分，它没有水平扩展，所以它没有跟上 PAD scale out 的，它没有挂钩起来，所以导致说。我们怕 scale out 了，我可没有 scale out， 那就会卡在这个状态。对，那这里的话就带入了这个 cluster auto scaler 这个 component。那我们这边举例的是 EKS， 就 Amazon 上面的。那这个 component 它是 open source， 所以它也支援了各大的 cloud。对，那这边简单的以 EKS 的整个。Cluster Auto Scaler 运作的 flow 给大家听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这边有一个 node， 那身上已经塞满了 pod， 那这时候我们的 HPA 做动了，就是需要再多一个 pod。那这个 pod 会因为我们 instance 没办法再去提供足够的 capacity 给它去schedule， 这时候呢我们的 Cluster Auto Scaler 就会发现这件事情。那假设说有一个 pod 因为资源不够没办法去 schedule， 那它就会去 trigger 到Amazon 这边的 auto scaling group。 那这个 auto scaling group 它就是在控制我们 EC2 那一层的数量，自动扩展的数量。那这个 cluster auto scaler 呢就会去修改这个 auto scaling group 的desired number， 让它去做 scale out。那提供了这个新的 node 之后呢 ，K8S 的schedule controller 就会把刚刚 pending 的那个 pod 放进去。那简单的说，这样的话就完美的挂钩我们 pod 的扩展，然后跟 EC2 扩展之间的关系。对，其实这个是蛮 make sense， 但我实际上的经验啊，就是我面试了蛮多的人，那其实他们都只会讲到。K8S 里面 PAD 的扩展，但是当你问他那 EC2 呢，他通常就比较回答不出来，他可能就会说我们 EC2 就靠 CPU 长出来 ，CPU high 的时候我就 scale out， 但其实这比较不 make sense， 应该是我们只要 focus 在 PAD 上面的资源控制跟监控，那当我 PAD 长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帮我长一台 EC2 让我放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哦，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讲，就是cluster auto scaler 呢，它不只帮我们处理 scale out 的部分，它也帮我们处理了 scale in 的部分。那它什么时候会做 scale in 呢？就是当你有一个 node， 它身上假设它是两扣四 G 好了，那你的 pod 放在上面，你可能只用不到50%，你可能只用了0.5扣，可能1G 的 memory。那这时候 cluster auto scaler 就会认为你是一个使用率偏低的一个 node， 那这时候它就会去标记这个 node 是我待会可能会去删除你。那为什么要标记这个呢？它就是去看一下这台 node 身上的 pod 能不能顺利的迁移到既有的其他 node 身上。假设可以，它就会开始驱逐这个 pod， 那并且去。加入一个 tent 到这个准备要删除的 node 上面，不让其他的 pod 注册进来。那过了10分钟之后，还是维持这个状态的话，它就会把它 scale in 了。对，那这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在成本上面的管控。好，那这边一样分享一下我们导入这个CA 之后遇到的一些雷。那第一个就是我们 node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被删除，那去看了 CA 它的 log， 它也没有说它在删除，那就很奇怪。那
关于这个雷呢，就是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假设你是用 Amazon， 又是用 EKS，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到，我们常刚刚讲到那个Auto Scaling Group， 它在我们 create 的时候啊，可以去选择说你要不要使用 MultiAZ。MultiAZ 就是在 Amazon 上面，同一个 region 上面有不同区域的机房。那这个是为了做到我们ED 备援这件事情嘛，就是比较高可用度的一个设计。那当然就是这么好用的东西，大家都要用啊，所以我们就把它打开。那打开之后就遇到这个雷了，就这个 ASG 啊，就是刚刚讲到的 Auto Scaling Group， 它有个机制，它会自动的去平衡多个 AZ 的EC2 的数量。那简单来说呢，很有可能它平衡的时候去删掉了你一台EKS 里面的 worker node， 那这个是在 cluster 外面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 cloud 上面发生的事情，所以 KBS 他根本不知道。那如果一台 worker node 莫名其妙被删掉，会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个 part 就失联了嘛，所以你也会看到一些502、504。对，那再來就是哦，这个鬼故事大家可以真的认真的把它记起来，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去发现。那如果你有认真，一样是你有认真念书的话，这个 component 上面，你翻到 Amazon 的那个 provider 上面，他也有明确告诉你这个问题要小心，请如果你要用 ASG， 那你一定要把它开成 single AZ。假设你需要两个 AZ， 你就开两个 ASG。那它背后还是有其他的机制可以帮我们去平衡这两个相似的 ASG 的数量。对，好，那第二个雷呢，就是，明明我已经没有 Node 可以用了，但是，哎 ，CA 怎么不做事？为什么不帮我 scale out 我们的 worker Node 呢？这下面有点小，但大概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举例的，就是假设我现在有这些 part， 那下面红色框起来是我 worker Node cluster 里面所有 worker Node 的状态。我把所有的 worker Node 都 tent 它，就是告诉 cluster 说，待会有 part 再 create 出来，你不要 schedule 到我身上。那全部，也就是说我现在没有 worker node 可以用了嘛。简单，那所以我的 part scale out 之后，理论上他应该帮我长一台 EC2， 让我放进去，结果没有，就最后就一直卡在下面这个状态，全部的 part 都处在 pending 的状态。那这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在 class auto scaler 里面啊，它有一个 config，在这边，这个参数要把它加进去。它这边是忽略那些已经 tent 的 node 的 capacity。简单来说，就是 class auto scaler 把刚刚我 code down 的那些，就是 tent 的那些 node， 它的可用资源也都算进来，所以它就是看起来说，哎，有啊，你刚刚还有一大堆 node 可以用啊，所以我不需要帮你做扩展。所以你一定要加上这个 ignore tent， 然后把你 tent 的那个值写进去，那他就会去忽略这个计算，这蛮重要的。好，那刚刚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雷，就是 part 已经从 node 上面，就 worker node 上面全部都赶走了。那你不是说会帮我省成本吗？你不是会帮我 scale in 吗？为什么不 scale in？ 原来就是这里框起来的这里。就是我们在worker node 上面，应该说 KBS 里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daemon set 的 part 嘛。那 daemon set 的 part， 举例来说，像是 kubeplus 啊，或是你 show log fluentd 啊，或者是 Amazon 的一些CNI， 那这些东西你可能也会去设定一些 resource 的 request 嘛。那这些预设它也是会把它算进去。假设你的 fluentd 比较胖一点，那它超过了这台 node 的 50%。那它就会当作这台 node 其实有在用，但其实你身上根本就没有一些 application 的 part 嘛，所以我们就要加上这个去让它忽略掉。好，接下来要讲到 KDA， 刚刚有讲到我们为什么要使用 KDA， 就是预设其实 KBS 只提供了 CPU 跟 memory 这两个 matrix 来做 scale out。 那我们现在需求越来越多，我们想要更多的手段，例如说，我们想要摆 request， 我们想要看 Amazon
load balance 上面的 request 来决定我的 pod 的数量。又或者是说，像我们做电商的，我们知道店家哪一天会有活动，然后持续多久，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想要用设定某一个时间，有一点像 cron job 的概念，想要在那个时间点来做 scale out。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就来自于 developer 的需求了，就是他们有一些 background job 的 worker， 他们可能是把 message 写进了 queue， 那这些 worker 呢再慢慢的从 queue 里面把 job 拿出来，然后处理。那这时候呢，这个 worker 他其实如果是摆 CPU 来做 scale out 的话，感觉好像不太合理。那以他们业务来说，应该是我的 message 的量 job 越多，我的 worker 我的 pod 就要越多。所以就可以提供这种东西，让他来做扩展。好，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KEDA 它这个 component。KEDA 里面它其实有三个小组件，一个是 scaler， 那还有一个 controller， 还有一个 matrix adapter。那 scaler 这个东西它是主要帮我们去外部，例如说CloudWatch， 或者是你的 MySQL， 或者是你的Redis。卡夫卡这些东西，它可以去帮你从这些外部的地方去把 matrix 拿回来。那拿回来之后呢，它就会经过这个 matrix adapter， 它去转换给这个 HPA， 让它做扩展使用。对，那中间这个 controller 算是比较核心 的组件。那它主要负责就是，当你 K8S cluster 里面啊，它有一个 scale object 这种。resource 产生出来的时候，他会去挖群它，那看到它之后，它就会生成对应的 HPA。那还有第二个最终，我觉得是蛮核心的功能的，就是大家都知道 HPA 它 minima 不能设为零，但是你可能有一些场景，例如说刚刚举例的 background job worker， 它可能没有 message 的时候，你可以 scale in 到零啊。所以 KEDA 它这个 control 就提供我们这样的功能，它来补足 HPA 原生不足的地方。那它这边提供了0到1或者是1到0的这一段的 scale out scale in。 好，那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设你对这个 KEDA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上面找找看有哪一些 matrix 是你想要拿来用的。它提供了非常多，举我们 SharpEye 的例子的话，我们就是从 CloudWatch 来的 matrix， 然后 cron job 来的就是 time base， 刚刚讲到我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点做 scale out scale in。 那再就是用 K8S 大部分都会用的 promi， 那只要开发 team 有办法把 matrix 送到 promi 里面，你就可以根据你送进去的 matrix 来做 scale out scale in。 对，那特别可以讲一个，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但我目前没有用到，就是在cron 跟 promi 中间有一个 Kubernetes workload， 那它这个就是某 A pod 根据 B pod 的数量来决定我要扩展几个。那举例来说，假设我有一个前端，有一个后端，那我前端如果一直 scale out， 我后端顶不住了怎么办？所以我要跟着前端一起扩展。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在这里简单的看一下CloudWatch 这边的 KEDA 的这个设定要怎么设定。那右边的话可以看到有 metadata， 其实这边就是去参考 Amazon 的 document， 它怎么去 query 它的 CloudWatch。 那如果你的就是 scaler 不一样的话，就自己去看一下你要去抓的那个data source 那边是要怎么去拉的。那讲一下，就是这个 KEDA 它要怎么去有权限超去拿 CloudWatch 那边的 matrix。 它这边简单的范例是用 access key， 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有宣告说我的 access key 放在哪一个 secret， 那你再去产生对应的 secret， 然后这样的话 KEDA 它就可以拿这把 access key 取得 CloudWatch 的 matrix。 那当然这不是我们公司就是会推荐给大家用的方式啊。那我们期望就是尽量不要有 SSK 嘛，因为你可能需要 rotate 或者是会有流出的问题。所以我们推荐的方法是可能用 OIDC， 然后去取得一个 raw 的 token， 那这个可能是暂时性的 token。 那这边就没有特别举例了，因为
那个就留给大家去做功课。好，那这个是我们面对店家的预告的这个流量时间点去设定的一个框的一个 scale object。可以看到就是它提供了 time zone 的设定，就是你很方便的可以去设定说是在哪个时区的时间点，你就不用去太担心说这个设定到底是 UTC 加8还是加0。那再来就是可以看到那个 start time， 就是这就是 Linux 那一层的 cron job 的那个 format， 就分时日月周嘛，所以可以看到是双十一的11:11，这个时候我们的流量会是最大的，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做 scale out。那什么时候结束呢？什么时候 scale in？ 就是在1点的时候。那你的 desire 就是你想要扩展那个时间点，想要扩展到几个 ？OK。好，这边讲一下 Promi 的设定。Promi 的就蛮直观，就是大家在用 Promi 的时候，就下面看到那个 query 嘛，大家常常都会去下这个 query， 那就是下这个 query 拿回来的值，然后提供给 HPA 做水平扩展。OK。那这边一样，我们也分享一下我们在 production 遇到的 KDA 的一些雷。那可以看到左边跟右边，这边我箭头指出的地方。那左边这个设定其实是蛮直观的，就是在 Amazon 上面的 load balance 它提供了这样的 matrix， 就是你的 load balance 后面有几个目标，那它一个目标拿到几个 request。那这样我们设定起来就是看起来就是我们有一个 target， 就是有一个 pod， 那一分钟上面是60秒，一分钟只要超过100个 request， 我就要做 scale out。那当然就不会想说，直觉不会想说是右边那一个，就是我的总量超过100的时候我做 scale out， 这有点怪怪的。但其实我们遇到的就是正确的话是要选右边。为什么呢？因为 KDA 呢，它会把 matrix 拿回来之后去除以你的current 的 replica 数量，也就是说我们要拿总量，然后他会去帮我们除以我们 pod 的数量，来看到说你的 pod 已经扛了100个 request 了，所以我要做 scale out。 这也要特别小心，如果你刚引进的时候发现你的pod 为什么用了 KDA 都不扩展了，然后那个 matrix 的值又特别小，跟你监控到的那个 request 的数量根本对不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检查这个设定了。还有就是刚刚有讲到 KDA 的 controller 可以帮我们 scale in pod 到0嘛，那为什么都不 scale in 呢？这是骗人的吧。后来啊发现说它的 document 上面一样有写，假设你想要 scale in 到0，你千万不要设定有一个 trigger type 是 CPU 或者是 memory 的，尤其是像我刚刚讲的，假设你是 background job worker， 然后你会想说那我除了拿 message 的数量来决定我要几个，那我也可以再加一条，就是我看 CPU 的量嘛， CPU 忙了我就做 scale out 嘛，结果你这个 CPU 一设上去它就再也不 scale in 到零了。对，所以要小心。好，那刚刚以上呢就已经讲完整个 K8S 我们运用到的open source 的 component。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如何做到更快的 scale out。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K8S 里面有一个叫做 pod priority class。 那 priority class 它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先看到这张图，就是 K8S 它预设它会有这两个 class， priority class 是预设的。那可以看到这个 value 的值非常的大，那上面也写着很明显的字眼，就是 system class critical 还有 node critical， 就代表说这个是权重是非常高的哦。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不，应该说，我还没解释一下这个是干嘛。就是当你的 pod 就是如果node 身上啊，它已经没有足够的 capacity 的时候，那 pod 要 create 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这个权重来决定是不是可以把其他的 pod 踢出。那举例来说，假设你有一个 fluentd 这收 log 的，这很重要嘛。这假设一个 worker node 上面没有这一个 pod， 没有 show log 这个东西，那你这台上面也不能跑你的 application 了嘛，因为你那个 log 就掉了嘛。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把 FluentD 的这个权重把它调高。那当你的 WorkNode 身上有一个 application 正在跑，但是 FluentD 要 create 出来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这个 application part 挤掉，让这个 FluentD 长出来。那这样的话才能确保我们这个 node 是可以用的。好，那这边也可以顺便带到 QoS， 就是可能 Priority Class 跟 QoS 可能会有点 confuse 的地方，包含我自己刚开始在接触 K8S 的时候，看到这 Priority Class， 哎，这个不是好像在哪里看过吗？这不是 QoS 吗？其实不是哦。好，大家看到左边下面这边，这是我随便拿一个 part 然后去看，就是当你有一个 part 生成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 QoS class。那这个 QoS class 它总共有分成三种，一种是 guarantee， 一种是 burstable， 那一个是 best effort。那这三个是怎么去决定它？你的 part 是属于哪一个 class 呢？ guarantee 就是你的 resource 的 request 跟 limit 这两个值设定一样的时候，它就会是属于 guarantee 的。那如果你是有一个 range 的，那它就会是 burstable。 那如果你都没设， 那就会是被定义成 best effort。 那看到这里大家就会想说，看字的话觉得 best effort 最好，那我当然全部都不要设，我都用 best effort。 那在 QoS 这边可不是这样运作，就当一个 node 身上啊，假设它的 CPU 开始飙升，或者是 memory 开始飙升，那甚至是 disk 它的 size 不够了，这时候 WorkNode 它会感觉到压力。那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它会做什么事？它会根据这个 QoS 你的 class 来决定要先把谁踢掉。那优先踢掉的就是你都不设定的那个 best effort。那再来呢，踢掉你的 burstable， 最后留下你的这个 guarantee。那当然最惨就是都被踢掉了，对，所以不要不设这个东西，然后就觉得你的 part 会很稳定，会很棒。好，为什么要讲到那个 part 的 priority class？ 就是我们利用了这个机制，来让我们的 scale out 速度更快。那我 create 一个 part 叫做 over provisioning 的 part。 那它呢，我给它设定一个很低很低的 priority 的 value。那这样的话呢，我要拿它干嘛呢？就是上面举例的，假设一个 worker node 里面有一个 application 的 part， 那这时候我有一个 over provisioning， 我后面就讲 OP 好了， OP 的 part 把它放进去。那这时候假设我们的 application part 需要 scale out， 它长出来了，这时候呢，它要去长一台 worker node 吗？这样就太慢了嘛，刚刚讲到可能会需要等70秒。那这时候因为它的权重，就是 OP part 的权重比较低，所以呢这个 application part 就可以把它挤掉，然后放进去开始 running。 那讲到这里，那刚刚那个 OP part 去哪里了？ OP part 它因为没地方放了嘛，所以它 trigger 了 class 的 auto scaler，去长出了一台新的 worker node， 然后 over provisioning 的 part 就放进去了。那放进去之后，它就可以等待下一个 application part 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赶快把位置让出来。OK， 好，那就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整个 SharpEye 怎么去面对这个大流量来的时候，做了一些 K8S 上面的自动化的优化。那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 K8S 嘛，所以各位如果还没开始用 K8S 的，差不多可以导进去了。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来做 part level 的 scaling， 就用 HPA。 那如果你要挂钩你的worker node 这一层的 scaling， 那你可能就要用了 class auto scaler。 那再来就是开始不满足了，需要更多的 matrix， 所以你用了 KDA。 最后呢，为了加速，我们利用了 K8S 的机制 part priority class 来做到这个 over provisioning 的 part。 那其他的概念就像是一个 warm pool node level 的 warm pool， 我先去预先开一些 node 起来。对，当然成本上面可能会有稍微贵一些，但是
如果成本不在你的 KPI 或者是你的 OKR 的话，可以认真的考虑去用这个东西。好，最后就分享一下我们的结果。这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真实的一次的流量。这个流量从大概7:45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就可以想象了，大家就开始蠢蠢欲动，就待会量8:00的时候会开放购买，所以大家就会楼上揪楼下啊什么的，慢慢的流量就会进来。那可以看到我们套用整个 solution 之后的 PAR 的增长的速度就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呢、非常完美的去贴近了我们的 request。到8:00的时候高峰，我们8:00的时候 PAR 已经 ready 好在那边等它。那这个 PAR 我们会维持一段时间，避免说店家可能突然又无情上架，说又有一个隐藏版，所以我们就保留一段时间去应付这个流量。那真的都没流量之后，它就会开始 scale in。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如果大家听完觉得说你对 Amazon 的 service 很有兴趣，对 K8S 很有兴趣，那欢迎你可以扫描一下右下角的104 QR code， 那是我们真彩的。那一样再次工商一下，上面有我的 blog。那如果你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可以搜寻 LinkedIn 或者是 email 给我都可以。OK， 谢谢。好，感谢 Andy 精彩的分享。那我们这边开放几个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请举手。哦，我看到了，不好意思啊。想请问最早开。我今天是用 Slido。我看一下啊，大概经历了多久的时间，在买贵选也遇到惨痛的经验？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从 EC2， 其实我们其实不是从 EC2 啦，应该说从 ECS 那时候就已经是 container 化的状态。那假设你已经是 container 的环境，你要搬到 EKS， 听起来很简单，就是一样是 container management 的工具嘛。但其实还有牵扯到非常多 application 那一层的一些逻辑的问题，甚至环境的问题。所以搬移呢，其实到现在我们 Shop 还没有把所有的 project 都 migrate 到 EKS。那平均一个 project 转移过去的速度呢，包含测试的话，大约是2-3周可以搬掉一个 project。那你听起来就会觉得很可怕。假设你有100个 project， 你可能就搬到 2。所以呢，现在很流行嘛，我们就是把 DevOps 的经验跟工具大量的去推广给 developer， 让他们能协助我们去做搬迁，这样子比较 make sense 一点。好。Migration 遇到的惨痛经验哦，就是上线之后爆开啊，然后发现说，哦，少了一些环境变数啊 ，config 之类的，然后是，可能 QE 的自动化测试没有覆盖到的部分，这是最常见的。啊，再来就是可能因为你是 based on cloud， 所以你会用一些 load balance， 那 load balance 的那些attribute 那些设定，例如说 idle timeout 这种东西，你也记得要一份一起抄过去。那虽然说超过去可能是错，但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差。那我们之前就是有时候会给稿嘛，就是把它改一改，想说这样才对，要搬过去之后就出事了，因为你可能有一些隐藏不知道的架构。对，所以我建议是你 migration 之前是你的 load balance 那些的设定是什么， keep alive 是什么，你就照样搬过去，这样可能可以减少一些我们在搬赢之后背黑锅的机会。好，那第二个，资料库的水平扩展吗？DB 会放在 container， 资料库的水平扩展，理论上我们是没有做 auto scaling 的，因为它就等于是 auto spend your money 嘛，就是自动去花你的钱。这件事情很可怕，就是你的机器很规格很大，然后就开始自动花钱，这个应该我们会被屌到爆。那所以我们是没有做自动水平扩展，但我们会做扩展，就是例如说双11来之前，如果你的环境是有做到读写分离，那你可能就可以去选择 scale out 你的read 的那一台 node， 那这样就可以去做扩展。好 ，DB 会放 container 吗？会，应该说看什么样的 DB 啦，就是如果你是 cache level， 就是它的 data 掉了也比较没关系的，例如说 Redis、main cache D 这种东西，
那我们就会去评估一下说它的用量跟它的稳定度是不是需要非常高。如果不需要的话，你可以选择直接 run 一个 pod container run 在我们 K8S 里面，这样子可以省钱，那你自己也可以轻易的管道。对，你不一定要有 cloud 的权限就可以去管理了。OK。Class Total Scaler 用 CPU Memory Matrix 扩展听起来会比看扩展还快，等几十秒真的是蛮久的。哦，没错没错，当然如果你的那个 threshold 设的越低啊，当然你的速度就会越快嘛，它越早做准备。但是当然你又不可能说，平常我的 CPU 只有 20%， 那我就设个 30% 我就做 scale out， 有时候是一种浪费啊，因为其实你认真去探讨 CPU 的使用量，最好都是维持在 99%， 因为你每一秒 CPU 都在用嘛，这样其实是最好。看你的情况去做调整啊，如果你的效能稍微差一点，很容易一下就 spike 上去了，那当然你可以把 threshold 尽量把它调低，让它去符合你的需求。OK， 70秒蛮久，对啊，真的是痛点。当然，如果你是用 Amazon 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他们自己有推出，也是一样开源的，叫做 Carpenter 吧。这个东西他们号称加入 Node 的速度会更快，但是我们实际上去 survey 完之后发现，它目前可能还太新了吧，所以有一些痛点没办法去满足我们。对，所以有兴趣也是可以去 survey 一下。对，那好 ，HPA behavior 调整加速，哦，没有，这部分的话我们就没用到了。如果我不确定这个设定是不是在 API 那一层才能，就是如果你是自己自建的话，它有机会调到。那以我们是用代管的 EKS 的话，可能这个参数我们就调整不到。对，那不确定是不是在讲说 HPA 去扫描那个 matrix 的时间了。如果是的话，如果你是自建的话，可以试试看调整一下。那当然，相对的代价就是扫描频率越快，它可能 loading 会高一点。对，好，购物高峰期，服务终止。这在我们之前的环境上确实是蛮常发生的，但是自从我们用了 K8S 之后，考试都考100分，所以我们就没有遇到这个，没有太多遇到这个问题。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前面有做了 rate limit 的机制，我们一直无限的去强化这个 rate limit 的这个架构，让它在高流量的时候不至于被打死。对，所以 rate limit 还是要在前面先保护你，你后面 scale out 的速度，是一回事，但 rate limit 是一回事。auto scaling 怕流量分布不均。这个状况我们因为没有长连线的 application， 目前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所以并不会发生这种问题。那假设你是可能是 WebSocket 啊，或者是你是 gRPC 这种特殊的协定，它有可能会是长连接的状况，那你可能就要去导入一些service mesh， 它可以去帮助你做流量平均的事情。对。砸钱吗？我相信我们已经砸很多钱，但他也帮不了我们什么。那当然你可以自己砸钱啊，像刚刚讲的嘛 ，threshold 调低嘛，你就砸钱了啊。或者是刚刚讲到的 PO part over permissioning 的那个 part， 开多一点，多开一点机器在那边预备着，你的速度就更快了。对，那当然他们是没办法帮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但可以小分享一下，如果你的你有预知的流量会比较大的话，你是可以 support ticket 发一封过去，跟他说你的 low balance 在什么时候会遇到大流量，他可能会帮你再做一层的，他们是说 pre-warn 啊 ，pre-warn， 但实际上呢，他就是帮你 scale out 那个 AWS low balance 的网卡，对，这是可以去开 ticket 跟他们讲的。好，那没有问题啊，那就我先这样喽。好，谢谢。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谢谢 Andy。
好，那接下来十二点呢，是我们的征才活动。那如果大家有对找工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留在这边。那，差不多在十二点，再五分钟嘛。对，好，那谢谢大家。